欺骗的。各位，从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之后，公民团体的崛起，我们看到各种攸关劳工的劳动法案陆续的推出，但是我们要强调，不管是亲民党、民进党、国民党、台联党，我们劳工不是被欺骗的。你所通过的加薪四法，它是没有其他的配套，包括没有罚则、没有监督机关，这样只是会更造成企业财团的漏洞。各政党什么时候对劳工好过？从来没有过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我们劳工再出来，用我们的自己的力量，我们要跟各政党讲，我们要继续来监督立法院的各政党，在明年我们又会用选票加注在他们身上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的立法院正在审很多重要的法案，有工时缩减的劳基法修正案，还有劳动派遣的政策，未来也会在立法院里面讨论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说，现在他赚钱的立法委员为了自己的选票，不断的做出各种形象，好像他们在照顾劳工，只是过了初审，报纸上面就要报说明年要开始实施自食工时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加班未来可能会增加到54个小时。各位，一个月减少8个小时的上班，增加8个小时的加班，我们的工时有没有减少？没有。我们的工时有减少吗？没有。然后，这个政府让外劳越用越多，请问？工时越加越多，加班的是外劳还是本劳？外劳。外劳会加班越来越多，让本劳加班越来越少，外劳的剥削越来越严重，让本劳过得越来越苦。甚至台联党的立法委员还说，要让外劳跟基本工资脱钩，让外劳跟基本工资脱钩，是不是会让台湾的剥削越来越严重？是不是？昨天外劳委员会说审过了工时，但是行政院要接着要求加班上限增加，接着要求工商团体还要要求弹性，所以这一张工时事实会不会是白票？是，把法案拿在你的手上。再来，我们还有一张白蜡票哈，就是派遣劳工法务法即将在公示之后就要接着来，但是派遣劳工保护法有没有让派遣劳工实质转正？没有。有没有让派遣减少？没有。所以派遣劳工保护法保护了派遣劳工吗？没有。所以这是不是再一张白蜡票？好，选举到了，相信下半年都会有很多的立委不断的说他要照顾劳工，相挺弱势，为我们台湾的广大的劳工朋友负责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华丽的指标资料开出来，但是各位看到我们前面这四个主要政党，我们被民